么没发，怎么不说呀？不是，你那么胖，你那么胖，你想起我？我咋的？我们不欺负，我们这是想来咋的？我以公民身份，另外呢，你刚才有个话你说错了，所长。你说公开审理为什么不让进？那是法院的错。所有的听堂，对，如果不让你进，现在你就是靠边站。不是，不是靠边站的问题，你是在袒护法院。刚才你说，那你可以跟法院提。不是，我跟法院，我要投诉你。你袒护的，你袒护的，对，你袒护的警号，造的警号，对，大号警号，你袒护的警号，大伙配合一下，都配合。我们只是维持现场秩序啊！什么秩序了？现我们进大门，没进法院。现在不能堵门，我没堵门。现在你们就在堵门。不是，堵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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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堵都是盲月娥，都是盲月娥，被骂不让进，被骂不让进的，被骂不让进的。还有啥呀？被骂不让进去了吗？被骂不让进的。往后挪啊！往后挪啊！往后挪！哎，你今天穿的挺好，知道了。好，我主要你在这儿跑，我俩挡着跑。慢慢说，你也来，你也来，来，我这穿这身用你衣服，你也是老百姓，你好出的，你让老百姓对你有一点实际，实际你心里是那么想的吗？这他妈是不要我旁听，他为什么不开呢？方平，上台！方平，谁敢声讨我姐妹大夫之情？都听！
岁数我们都要干啥？我们都要求瘫痪现在。我女儿49受伤，我们都喊人命心脏裂了，人命案。我们当了双倍人，谁组织怎么造成的？何西门，你也不给我立案，送我孩子自杀，身上的伤是我孩子自己一往墙角撞的。能撞出来40多头伤吗？而且撞出来40多处。而且脑袋出伤都撕心裂肺呀、啊！哎呀，你脑袋疼死了，头顶骨没事，还拿着。大姐，大姐，你大嫂，你活的时候，我们今天实现这个诺言来了。哎，老板，咱门口照个相。唐欢学在，学在学成，唐欢学在学成，打倒贪官，打倒贪官，还老百姓公正，还老百姓公正。郑玉，你太阳太阳，我刚刚回来。还王宇公正。04年门不用不用刷的好，刷法的流氓检查呀。好了，到了08年，我看到中午还继续，这一星期四天的工作时间就没调整过来。稍等一下，大夫的，不要啊，没有别的吃的，咱们买点面包吃，搞快餐。不要，对，爸爸不要跑，不要找我家。就这么说，我带你去买面包去。不是，不告诉你，买点包上。自己解决，自己解决，甭管，甭管，不用管，不用管，不用管。还有律师，律师您请律师去吃饭。您是王宇的什么人？我是王宇的婆婆，相信。我是他的老婆婆。假的就是假的。我说这是现在法院搞假的，检察院搞假的，现在医院都搞假的，你说。很正常，很正常。还有这样不说的吗？不要这么激动。还有，我说的吗？我不着急，我不着急，我不着急。你别激动，2004年的还王宇，还王宇公道，还王宇公道，还王宇公道。片儿已经干了，怕吃完了，怕吃完了，怕一会儿不在那不吃饭，账过来。